最多生日。明天晚上还有什么说啊？关键的话，就是不要。上千了，我刚刚看到有江景芳，她150多，一个扇，我那个住的条件好，又不是光看到景就好，条件也就好。我关键是我同学推荐，那个老板娘也热情，招待的还给我做小地图，还跟我讲解了一下。我给你拍一张。美女，你们有人拍照吗？阿妹，有摄影师吗？专门摄影师。我是中国人。枫桥，回到枫桥了。看到都知道是不是啊？啊，穿谁衣服的？啊，不动了，不动了，就在枫桥。各种假银饰，反正你也就是拍个照，他也知道你不希望沉的话。嗯，现在头银丝丝的，轻得很，不沉。照相看不来黑。记得我住在这头，68圈天。如果只是做个衣服68不值当，但是他如果带妆带跟拍就够牛逼了。哎，我听起来是这附近的。现在，我回想一下，好，回想一下，怎么走来着？面条，看一下哦。是不是再往前走一点？还没卖。怎么搞的？迷路了。